360度的这个全景影像，还有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智能操控里面的智能服务斑马系统。你好，斑马。请给我找一下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。第一个吧，第一条路线。好，免了，你就停下吧。不用了，退出。但是他现在在卖口红，因为摘掉口罩以后，据说口红的销量大增，同时汽车的销量据说也要大增。智能新建新制造啊，将会一定会带来我们智慧新生活。希望大家享用这样的智慧生活、智能生活。谢谢。